现在很多兄弟或者小姐姐啊，会去模仿一些和平精英主播的键位，但是可能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主播会这样调，所以用起来非常涩手啊，强行让自己适应呢，最后就成了东施效颦，自己原来的都不会了。所以后续我会给你们分享一些平板手机通用的键位思路，不管你是几指啊，你看看我说的这些键位有没有你能用得上的啊。先说一下我的理由啊，你觉得合理的话，再去把这个键位调成这样试试，好吧？首先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，但却极容易被忽视的键位，就这个救援键啊，它可不仅仅是救援键，它在打药的时候会自动变成取消打药的键，所以这个键呢默认是放在中间的，很多兄弟或者小姐姐就直接不管它，就放中间，实际上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准备取消，而取消的时候点击取消键套枪比你还要挪位置啊，拉开距离强行拉扯出范围去取消更加高效，知道不？然后打药也要随时准备取消，就更不用说了吧，不要死打药，点击取消套枪反打能力更强，你又搞什么进入疾跑来取消打药，我只能说你真不会玩。所以这个键真的究极重要，你们一定要放到随时能按到的地方。哎，我是多指，我就放上面让食指去按，很顺手的位置。但你们也可以调一下大小啊，放这边用大拇指去按，只要不放中间就行，放中间按得又慢，手挪回来也费时间。然后咱们经历第二个键就稍微进阶一点，好吧，跳键啊，不管你是手机还是平板，特别是多指玩家，我建议你别把跳放右下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大众的摆放方式。如果摆放在这里，大家看哈，我们在实战时去按跳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右手大拇指去点，这样我们去按的时候就不能同时滑动屏幕控准心了，而且你在按了之后再松开大拇指再去滑屏幕，如此反复真的很累。像现在很多兄弟都喜欢秒蹲后接个大跳啊，所以跳键用的越来越频繁，我们就得改下思路了。所以这部分喜欢结合跳身法的兄弟啊，建议你们就把跳放上面去，不管放上面哪个位置，也不管你是手机还是平板，把跳键放到一个你右手食指点起来非常舒服的位置啊。如果这个地方被小地图挡住了，我建议你把小地图挪旁边去，知道吧？这样调了跳之后，你们看我平时操作完全不会影响我跳枪的同时用大拇指去控准心。很多兄弟说有陀螺仪控不就行了，我只能说 crazy， 如果每次近战摇射只用陀螺仪，职业都没你这么累啊，这个我就不多提了哈。但这个攀爬如果上面有空间也可以放上去，但我觉得啊，攀爬用的远不如跳，所以就放下面就行，好吧？这期就先给你们说这两件，都是有理由的去给你们分享，不是一上来啊你们就硬要照我这样做，而是知道我为什么推荐这样做，你再去考虑是否调整，而且每次改键就改一两个去逐渐适应，知道吧？